講嘅新聞。咁啊，首先佢入到嚟啊，咁啊，當然都要講下，即係啱啱啊睇咗，唔知大家佢有冇睇啦啊？美國副總統候選人嘅辯論，咁啊由呢個嘅即係民主黨嘅賀錦麗，咁啊大戰共和黨嘅彭斯啊。咁啊嗱，其實副總統辯論啊幾時開始咧？由1976